车，无爱搁车转来啦。再见。车头都有车人停。大家好，早早，来到竹山哦，心内到一种感受啊，就是地亲哦，人更加亲，因为我是竹山人啦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哦会使讲非常欢喜哦，咱这个曾理事长吼、哦，来受到这个优客的这个计划吼，啊，身为竹山人啊，啊，一下就来答应吼、哦，啊。真欢喜会当来共襄盛举啊！吼，啊，希望以后在曾理事长啊，即个中官，咱竹山的地方人士，大家努力会当来更加促进咱竹山的观光会更加好。祝这个有这个诶，这个活动啊，会当顺利成功，马来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家庭幸福一万，谢谢。各位乡亲啊，庄里长哈，那个好朋友林老师哈，贵体万年超尊哈，经常有见过几次面哈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们在竹山了哈，因为我自己是在锻炼板娘哈，板娘其实说在不能真正讲要没去过哈，有那个机会。对这个草屯国中的时候，那草屯国中我们的李校长呢，他是我们草屯国中的主任哈，训导主任做长官啊，第一次派任来的，咱第三国中哈，所以我一次来学校给他拜访的时候，啊，刚好我们庄里长也在场了哈，就提到有关他的构想，那构想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年轻这么年轻有为，想要
有想要办代志、要做代志的里长吼，啊实在爱甲支持吼，所以就把这个他的理念我就说，阿板这样子的，我给我们捷安特公司哈这个概念给他，如果他没办法支持的话，我就找我们刘董事长哈，共同来完成这个幸福单车的计划了哈。哎，很高兴啊，我们刘董事长啊一口气就答应了哈，因为在台东的第三号，所以我们红会来马上迎接了哈。在草屯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，啊，如果未来呢需要我们继续服务的话，我们都很乐意哈。我刚刚讲过，我热爱竹山，我的童年、我的父母亲、我的朋友都在这边哈，所以非常感谢让我们有服务的机会，谢谢。好，感谢我们的赖董事长给梁志一个鼓励，谢谢。谢谢大家哈，其实一山有真侪好耍、爱当耍的所在。啊，所以咱真济用真济人真济新济想法，要来甲第三推广。所以我们发起了竹山幸福彩绘奖，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都是咱的竹山的幸福单车。啊，这个计划包括在我们会长、甲董事长的支持，啊，果然姐姐、咱家店家愿意认养这个活动，才可以使我们的幸福单车能够幸福上路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，不是结束啊。我相信未来的竹山会有很多地方、很多点会有这样子的幸福单车。啊，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哦，也非常谢谢各位的认养的支持，才有今天活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就介绍一下，等一下宣传。好，各位好朋友，我们今天来到竹山。竹山是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乡镇，那里面呢有能星妈祖的莲心宫，还有百年老店的打铁店。当然还有我们回忆儿时的蹦迪趴，现在不多说，请跟着我出发 ，Go！ 好，幸福出发，铃声声响。啊，对了对了，你看好可爱的声音哦，在那边哦，边赶快好来，记得讲出来，来第一段好请，好来一排队好请，龙，对，好来龙看看，不接讲哦，不接讲哦，把布把布。好，对对对，还有后面的那个，哎，这个好，好来来，跟着我们善老师往我们的竹山幸福的道路上走，这个是我们中山里的幸福出发点，然后我们从这边出发之后呢，直接进入到我们竹山每一个不同的景点，来给咱竹山来对老街拍地点，会当来逛地方，会当看到咱的景物，好来古早时代再来对说。好，那我们再补一些镜头，慢一点哦，好，慢一点，等一下，从这边上去，然后再写到这来，也对着嘞，给你客人再把写到出来，好，再照一次。好，我们，哎，那个脖子一定要好，哎，这个镜头不够哈，哎，这样给你客人再，然后再照出来一次哈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哇，你们都辛苦了，你看有幸福的领导，还有幸福的工作组，还有我们给我们赞助幸福单车的所有的。文物可以参观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你看登记第二号都比二，嗯，八号比加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给他回到原来的地方。